代志问你啊。是搁要问啥？啊，你今仔毋是？你今仔毋是甲阮大嫂去食饭？阿嫂，伊三三有古锥吼，你对我未来大嫂唔满意吼？哈？普通啦。三三，伊真个这么水，加西背景这么好，你讲伊普通？看人是爱看内在，我外表也袂用代表啥。啊，搁再讲啦，若是讲到加西背景哦，咱伫基顶嘛袂输伊啊。啊，有只管安怎？善良才是上重要的啊。三三确实是真善良啊，啊嘛无大小姐脾气，当处长的千金，啊做事哦嘛无马马虎虎。我感觉伊真好啊！你是实在伊偌久啊？你这么了解伊，会当替伊担保？妈，你是不是无介意珊珊？我还在看你对一个人反应这么大。你知影伊后母是啥？后母就较早伫咱兜做事迄阿英嘛。既然你知影，啊，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搁要支持珊珊甲哥哦？啊，珊珊是珊珊，阿英是阿英啊。未来要甲过牵手一世人做伙生活的人是珊珊。妈，你敢袂因为这件代志，所以才这么反对哦？我先去先。妈。妈忝啊啦，所以先去洗身躯啦。哥，妈拄则讲，恁食饭的时阵，气氛真好，真顺利吼。啊，你即马讲白菜，拢会当安尼面不改色。啊，你着知影人生苦短，啊，若是会当避免纷争，何必两败俱伤？我是在用心计较呢，啊！你安尼甲我吐槽，真正是狗咬吕洞宾，不知好人心。啊！你即摆是讲我是狗？我无。啊对啦，啊德顺阿伯转来未？我无看见，我刚刚看妈转来。今仔日哦，我是要介绍珊珊给妈认识，结果妈竟然带德顺阿伯做回来。德顺阿伯这个真的足奇怪呢，有啥物好奇怪啊？虽然德顺阿伯毋是咱亲生爸爸，啊，毋过伊应该替咱做诶代志拢无照过呢。今仔伊若是哦用家长诶身份去，这嘛是真公道诶。你这啥物态度？今仔是安怎啊？啊，一个一个性命拢变好比我大诶，这我这是心软迄个人呢。啊，人毋是讲失恋最大？啊，你，就算讲你严格电话号码无机会卡出去嘛，不要紧，至少伫我手机啊内面会当安尼看咧，我着挽救啊。吃落。先不洗好，来吃水果啦。哎呀，你安尼大声大喵，讲吃水果都，你安尼讲袂听啊你。你伤过紧张啊，无你会当去问医生看嘛，看倒一个有心的人是袂当切水果的。先生回来啊，我去叫伊吃水果。我来，你坐，我来叫。哎，珊珊啊！珊珊，来吃水果。哦。进来啊，进来。来，哎呀，来，你先吃。多谢。我老公吼，安尼给我疼惜，真正足幸福。我当然爱疼你。人讲啊，妈妈快乐，不如带囡仔才会健康。你阵妈感觉身体安怎？敢有带有无爽快？我人好好啊，你免烦恼啊。
啊，我伫桌顶放一包药啊呢。哦，迄毋是药啊，是营养品。哦。啊，我嘛毋是二十几岁查某囡仔，已经有岁啊。啊，佮加上吼，我是特别要紧这个囡仔，当然爱较细个，所以我都拜托医生替我开一挂营养品。那有任何无爽快，马上爱讲嘞。你放心，我这袂放过家己生的机会。 珊珊哦，实在是啊，哎呦，珊珊啊，现在我三千四高正声啊，戴琳啊，戴琳，上朝了啊，上朝了。哎呀，爸，努力唔卡，又来啊。努力实在是哦，坐啦。来来来，吃。哎，今日你无食暗顿，你是走到倒去去啊？ 我甲永辉妈妈去食饭啊。嗯。哎，哎呦。嗯。哎，坐下。啊，永辉妈妈来台北吼。哎，啊，伊人无甲我讲啊。爸，人讲女人心海底针，我感觉你才是呢。 娘咪对永辉有意见啦，娘咪阁怪人妈妈来，啊，你无甲你讲，你最近对永辉的态度啊，真正足歹呢。啊，人妈妈来，是安怎要甲你讲啊？而且阿姨嘛讲过啊，之前娶家的人对伊无好，我哪会讲会出嘴啦？我惊你唔准我去。因为妈妈人安怎？敢好斗阵啊？啊，母人啊，袂歹啊，啊，真客气。 我感觉永辉甲明慧才优秀，毋是无原因的呢。阿母感觉足好。哎、欸、爸，你毋是看过迄明慧？啊，伊讲话哦，足有想法嘛，足有能力，就亲像阿母共款啊。其实我见过阿母两届，啊，毋过我哪会感觉阿母甲阿姨讲的无共款啊？珊珊讲的，甲我找人调查的讲法拢差不多。 不过呢，这个相遇讲法是完全无同，到底谁才是真的啊？珊珊，听你安尼讲，永辉妈妈无像迄种会去苦劳、会下手人的歹头家嘛，吼、哦。小英啊，啊，你看这人，敢有可能这故事会改变啊？ 我哪会知影啦？啊，我甲伊十几年拢无去钓面啊。哦。哎呀，啊，无怪人拢讲，查某人有心也会变戆。我竟然差一点仔甲大姐的记忆放袂记哩，哎呀，真正就无应该啦。哎呀。你讲啦，哦。 你嫁我了，伊妈妈会记得吼，你无这个道到去的啦，啊！你对伊妈妈哦，这样用心嘛，我也是感谢你才对了。其实这样多年来，我拢感觉我敢那是代替大姐的话嘞，来照顾珊珊，还佫有陪伴你。若不是即马吼，我总算有家己的囡仔，我也是感觉。 我这小英的日子，不管安怎过，拢敢那是无家己的人生共款。阿姨，啊，你什么时阵改名秀英啊？你之前不是叫阿英？这蔡烟辉到底拢甲珊珊讲啥？珊珊计嘛知影我较早的名，真正有够可恶。我是真无简单就改掉这个名，会当改变我的人生。 我阿英，即马伫遮救助，我一定要嫁予好野人，我一定要变成好野人，不管用任何手段，我一定要做个到。
小英啊，我带珊珊来看你啊！小英，你敢不知啊？我实在足想你的。我迄个人甲伊囡仔的相差，还佫有一个使用人，一定是一个好野人。小英啊，你放心哦，公司的规模已经愈来愈好。 我相信将来我一定要甲做成一个集团。珊珊，我嘛要好好照顾伊，可以好好大汉，将来伫个社会上做一个有路用的人。爸，我对妈的印象已经渐渐袂记啊，我真正就惊，我的干妈放袂记咧。珊珊，你袂当安尼讲，你妈妈就是因为咱两个人才直接过身的啊。 你不能和别人跟你妈妈放袂记哩哦。你妈妈叫做郑淑英，爱记得郑淑英。是啦，我较早确实是叫做阿英无唔对啊。啊，不过迄当阵日子真正是足辛苦的，我是真无简单才会当离开迄个伤心的所在。我一来台北以后，我都想要有一个全新的人生啊，所以我都真拍拼咧欠钱，想要做手术，啊，把我迄无好的面相全部拢改掉。 后来，搁听到宋雅仙讲，阿我原本的名无够好。讲咧，阿英就亲像樱花共款啊，足好听啊，足水呢。戆查某囝，阿樱花是伫咧上水时阵都冷去啊呢。你敢有听过乌夜花这条歌？是老歌哦。乌夜花，和风雨吹落地。 是歹去掉啦，所以我就决定要把原本的名全部改掉。啊，算命先就替我给小英这个名，讲这吼上适合我。想想对对，回忆连年，相逢有的对阮两人的祝福，风吹美丽，纯情花。